中天的问声。好，想请教一下，因为昨天赖院长有发文，他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已经不需要再另外宣布台独。但是今天早上呢，韩市长又有说到，他认为这个是股票术语的所谓的借壳上市，那还是希望就是你们可以表态支不支持台独这件事情。我要再讲一遍哦，我讲的中华民国台湾，就是这2300万人在台湾，共同的生活，我们有主权。我们有政府，我们有民主自由的机制啊，我们有防卫自己的国防，我们也有外交啊，那这个就是我讲的中华民国台湾。那我真的不知道他讲的借壳上市是什么意思。